真的可以看到，你看，你心脏好大，这么大？差不多。我觉得还是得拿耳朵听一下才能知道。你靠这么近，他会跳得更快。真的吗？真的更快了。听够了吗？没有。这儿买的你那些爱吃的橘子，这不是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是我当时买的，可费劲了呢。真是。想不想吃？啊，甜吧？嗯。谢谢姐姐，没事，去吧。喂，你怎么对小朋友比对我还温柔？连小孩醋你也吃？吃醋？我不知道吃醋是什么。那你要尝尝吗？啊？那，啊，原来吃醋是甜的。再吃一个。真的甜。公司的事儿最近怎么样了？还在处理，应该快了。珊珊，说好不让你卷进来，结果还是让你担心了。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。我向你承诺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一直一直在你身边。莎莎，莎莎。